这个，你既然选择就是在这儿，咱们说这个游戏是有游戏规则的。哎，对，你既然入了这局了，你就得按照人家游戏规则走。群姐，我也插一小句，您来调解，您得让我主持人说话。您来这儿的规则都不遵守，刚才我就想说，马姐肯定比我还惨呢。今天在这儿面对着镜头，您还拘着面子，还能让我说？我估计要在公司，我要再多两句嘴，在旁边说句什么，估计茶杯子就好撇过来了。马姐肯定是这样，然后李姐说哒哒哒哒哒，你说呀。马姐说，然后李姐哒哒哒哒哒继续跟，肯定是这样。你就没有对我一个主管的一个尊重了，知道吗？来，二位，不是，我再说一下啊，我还说一下。哎呀妈呀，我必须要打断二位。我先说，您不行，您不能说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我必须得说，你不能说断章取义说呀。如果我先说完，你能不能别打断我？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不管给什么牌的，你人家说了，就你不对，真的，就你刚才那些，第一你态度不对，第二你这个你说的那些话，全都我们自个儿也有公司，赶上这一个，说句实在话，就是匹好马，可训起来成本太高，你知道吗？训一匹马，气死三个主管。关键是好员工够用，主管现在不够使。这主管，得六姐夫踢死仨主管。对，最后连老板都给你踢了。这不行，您改吧。好，改了您看看试试。啊，好，好吧。